内的话做了多久啊？我现在 大概是这样，是20年了，我做了。20年了，是由你爸爸那边的。我爸爸那边我接手下来了。哦。在那个什么技术方面有没有改变呢？就是说上次20年前到今天有没有改变呢？好像那也是没有什么改变，也是这样，是款增加了新的款罢了。哦，增进那个款，这个有多少？对，共有多少个款呢？其实你们这里呀、应该是有50-60个。50-60个这样多啊？对。哪一个款的话比较好了，能卖到？比较好卖啊。好像是 gas 啊 ，post 啊、那水果啊，那种就比较人民比较接受了，比较能接受了。三大民族是这样。哦，三大民族啊。对。以前我看很多人那些现在是公公记得就是在那个饭飞里面看到、哦。对，饭飞比较以前的饭飞啊，这种啊动物的啦。动物哦，比较多。那些公共记得，假如消费者的话，一般在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才能够找到这个东西？因为 supermarket 没有了。你要去那种，他们有卖 plastic 水桶啊。哦 ，plastic 水桶啊。啊，光阿婆那种啊。哦。啊，那种就比较他们那边有卖我们东西的。好像在八达岭，在八达岭跟那个吉隆坡有吗？啊 ，PJ 在 Old Town 那边哦。哦，在 Old Town 啊。Old Town 那边有。哦，那边还有啦。对，那边还有。这个平均的话，一个的话多少钱呢？这个铺满一个。一个啊，你要看什么款哦，大、中、小，有三个款。三个款啊，就是说那一个最低跟最高的是多少钱？他们卖了现在。好像小的一个都要7-8块钱。哦、7-8块啊，就是说最高呢，它那个顶价是多少钱？顶价啊，那个大型的啊。大型的都要10多块哦，17-8块一个。哪一个款是比较旧款的？哪一个款是比较旧款？好像是这鹦鹉咯，鹦鹉啊，大象咯，公鸡咯，哦，这些都是比较旧款的，哦，相当久了那个款式，相当久，对。在马来西亚，除了你们做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？有啊，现在有别的地方就是印度人做咯。哦，他们印度人也有做这个东西。你们除了做这一个铺满，还有做一些别的吗？有啊，好像那种印度人啊，他们大宝圣节有用的东西，哦，那些那个服用啊，他们一年一次啊，丰收节啊，哦，那种。然后你们上那个颜色也是这边上了，你们自己上了？自己上。哦，上颜色会很难吗？还是？初是会很难啦。初是会很难。因为拿那个杆的时候啊，手会很累啊。那边很累啊。会很累，然后要配颜色的时候啊，就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还没有上手啊。哦，还没有上手了。对，以前的老工人做的时候，他们就比较，因为做久了嘛。他们会嘛？等我们新的人一来，就比较难上手一点。哦，你要训练也不容易哦。对。老师他们也是会带一些学生来这边。有，因为之前我有上过报纸，他们有看到。哦。他们看到，所以他们自己亲身来了先，看了这地方了。然后他们学校假期他会带他学生来这里看。只是看罢了，他们有没有动手去做啊？他因为他有叫我们做一个地方给他们小学生去做他们的东西啊。所以我说还没有做这个地方，我说还没有得空。他好像老师一来，他会介绍那种学生啊，这个是什么什么东西这样，铺满啊。不过很多学生我看应该他们都没有看过这种。没有看过。哦，很多没有看过。看过，看到学生全部看到很开心啊，铺满啊，有公鸡啊，有猫啊，有水果啊。哦。表示以前很喜欢。读万字，所以他 每次他的太太每次劝他不要读个读，他就是戒赌了。但是每个万字期，他会拿他买万字的钱全部放进这个铺满里面然后一个月过后，他打破了，那就是好像是中了万字这样喽。你们这个铺行里有一个大一个小的哦。对。大小咯，还有一个中的，那中的没有拿出来大部分是拿大的放比较多钱一点的。我自己本身做铺满，我也是有存钱，我叫我小孩存钱。
干了，然后拿去锅里烧了。哦，至于另外那边就在你这边。这个。